哋覺得佢都係反映到個罪案嚴重性，但係尊重翻法庭嘅裁決。絕對係冇嘅。我哋同律政司都係基於證據嘅考慮咧而作出相關檢控。至於三名早前喺原本喺高等法院同埋區域法院審訊嘅被告，由於佢哋棄保潛逃啦，法庭已經發出相關嘅拘捕令，警方係會全力追查佢哋嘅下落，全力將佢哋緝拿歸案嘅。我諗絕對聽啦，我咧絕對聽啦。一係先出嚟嘅預期，我呢邊亦冇乜特別，佢好冷靜，佢即係聽我嘅分析啦，同埋佢而家想再試一試再聽。有啲意外啦，我諗大家都係啦，就住個刑期，我哋會真誠相信。